他在哪里？嗓子让我穿美一点。哎呦，阿寿，这挑战可不会踩啊！那把路去拔啥子不？本来是要做工的，所以就今天也这样。后来没有做了，就来看他一下。早上穿美一点，穿拖鞋，穿一个 T 恤。这个是我的四妹，那么她也是有唱歌台，只是比较少接歌台了哈。她有多余的时间就会唱歌。OK， 那也是叫做漂亮宝贝叔叔。那么也希望我们现场的大哥大姐、老板老板娘们有机会的话，可以邀请我们漂亮宝贝叔叔。叔叔娘娘，叔叔娘娘，心爱的巨人。他的名字很好用，你知道吗？可以拿来唱，也可以讲做苏南伯苏点的掌声有没有？谢谢。OK， 你点什么歌？因为我爱你。OK， 因为我们爱你们。谢谢，来掌声响起。你唱哦，你唱，我下台。好，我们一起下好，我们一起下去那边唱，你会记歌词吗？啊哈！我有一眼在南山上遇见你，有心过去和你朝顾足迹，你仿佛往事烟。谢谢，谢谢我们的音响老师 ，Thank you。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金牌司仪。